听说前一阵子在火车站，说有一个时髦姑娘跟殡仪馆的陈麦冬接吻来了。你懂什么叫接吻？你在火车站清装节能让你白亲吗？哎呀，你陈麦冬。我早晚得让庄杰知道知道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。我觉得陈麦冬那孩子平时看着就挺沉稳的呀，平时看着人模狗样的，其实最蔫坏的就是你。我估计是那姑娘没脸没皮。哎，管这事儿呢？那亲个嘴儿怎么了？你呢？好好一手牌，打稀烂。他不走了？这么多问题啊？自己问小杰去。好奇车，不要超殡仪馆的车。那是你们单位的车啊。逝者为大，尽量让路。对不起，下次一定记住了。有高度腐烂和意外事故的案件，那些入殓师经常三五天出不了门，防护服全湿透，极度考验生理和心理。这个不是啊，庄姐，你完了。我完了没用啊，关键是陈麦冬还好模好样的呢。他不喜欢你？应该吧，至少没那么喜欢。